李总，我还有别的事儿，你尽快决定。不要这么咄咄逼人嘛！我想你是错误的估算了形势，现在你还没有占有主动权。现在，如果您拿不出消费者指定的商品，损失了客源和信誉，对你的损失可是不可估量的。李总，你看啊，你手里这批钻石根本就不符合你的产品要求。 只有搭配了专业的切割工艺，才能拿出最好的品相。你花这么多钱囤了一批毫无用处的石头，就为了给东辰下了绊儿，这成本太高了吧？我为什么要答应一个只对你有利的条件？获得了戴尔普斯的看货权，就说明你是一家顶级的珠宝公司。这个消息传出去，得给你带来多少客源？ 以及之后丰厚的回报，这怎么可能只是对我一个人有利呢？林，李总，我们一定要切磋已久啊！我上次输给你，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今天不行了，我约了李总来谈事儿。那好吧，但是今年我们公司拍卖会，你可一定要跟我再来一局比赛啊！ 一言为定，球场上见。好，OK，拜拜，您先谈，我走了，拜拜。我让公司的法务仔细看一遍合约，立刻安排秘书跟您签约。来，李总，合作愉快。 董事长，今天一早，林毅就在高尔夫会场见了璀璨的 Lucy，在场的还有戴尔普斯的 David。消息可靠吗？球场领班传来的消息绝对可靠。哼，我们的林总经理是终于出面搞定 Lucy 了。董事长，看来钻石的货源解决了，这可是好事儿啊！好事儿？你是个猪脑子呀！ 永远只看到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你看看林毅的助理，再看看你，差距不是一般大。董事长，那我们下一步帮我约 Lucy 里见面，另外把林毅从 Lucy 里那边解决了钻石的这个消息，透露给阿瑞娜。好的，董事长。还有一件事儿，我就想不明白了。 那个顾星岩是怎么说服林毅替他出面的呢？李总，请。外面的茶馆会所耳目众多，就只能约在这里了，请李总见谅。请坐。 李董约我，就算是过刀山火海，我也得来拜会。哎呀，李总这是说笑了。你我同姓是本家，怎么能约你上刀山呢？我约李总来是想跟你庆祝一番，把酒言欢。我把钻石卖给东辰，损失了近千万，这有什么值得庆祝的？损失近千万，当然不值得端起酒杯。今天我请你来呢？ 是要向你透露一个消息，你可以不花分毫，就可以拿到戴尔普斯的看货权。什么意思？你想要的看货权，我可以直接送给你，不用拿那批钻石货源来交换。我之前跟李董虽然没有打过正面的交道，可是我知道，生意场上没有白送这个词。<笑>李总的确是聪明人。您需要什么交换代价？我希望你放弃林毅给你的那份合同，这是你唯一的代价。Cheers。爽快。
Cheers。你在催催 Lucy 里那边的法务，告诉他今天下班之前务必走完流程，把合同签了。嗯，没问题。老大，怎么了？不用催了。璀璨公司下午3点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这钻石计划。关键是他们的方案和我们海棠花的方案是一模一样的。这个 Lucy， 老大，咱们怎么办？只能放弃海棠花了。通知阿瑞呢，他的方案由备选转为主方案，立即启动。明白。不用通知了，我来了。阿瑞娜，林总，你的设计方案一直在推进完善着吧 ？Of course， 我召集了几乎所有的设计部员工来完善这一份工作，而且每一天都工作到很晚。太好了。不过就算这么忙呢，我都还没有忘记去做一件我早该做的事情。什么事？我去了一趟版权专利局，我已经把我这个设计方案申请了版权保护，也就是说呢。东城如果没有我本人的同意，没有办法投入生产或发售。你是不是一直等着这么一个契机来跟我交板啊？我只能说感谢上帝，这个契机是被我等到了。你想怎样？兑现我来东城之前你就给过我的承诺，记得吗？请帮我把通往总监的道路上清扫一下。我希望除了在我的办公室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设计部总监之外，我也要我的 title 是名正言顺的。哦，另外我要顾心妍做我的助理。你在挑战我的底线，你知道吗，阿瑞？但是我答应你。谢谢林总。不客气。真的答应了，马上通知 Lucy， 说我要见他。明白。你说这些供应商怎么了？就跟喊了鱼尾旗似的，全都收没货。等一下，最新财经消息：璀璨珠宝新品发布会定于今天下午3点举行。D 成分30分钻石搭配，平价奢华钻石享受。董事长，我们那个林总经理真是动作神速啊，只花了一个早晨的功夫把罗斯利给说服了。但是他没想到螳螂捕蝉，还有黄雀在后呢。哼，林毅想借海棠花之势销量翻红，一步步重掌公司的经营大权，没那么容易。难道还有什么变化？进来。董事长，接到现场记者的消息，璀璨的发布会即将如期举行。嗯，我多虑了，我多虑了。大家好，我现在是在璀璨珠宝的新品发布会现场，璀璨的平价奢华钻石享受新品发布会即将举行，稍后我们将会看到璀璨珠宝的总经理 Lucy Lee 为我们做详细的内容阐述。好，现在入场已经开始，我们看到许多记者已经入场，主持人都已就位，而工作人员和摄影师都已经在忙碌的筹备当中。 Arena 的方案啊，已经正式成为新一季的活动方案，而他的总监任命也在即日下发，各位，我们一起祝贺 Arena。Arena 真棒 ，Arena 恭喜你啊！怎么样，来到我这边对了吧？嗯。下面有请我们璀璨珠宝的总经理 Lucy Lee 上台讲话。各位媒体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璀璨珠宝。今天呢，是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今
今年我们将与东城合作，共享戴尔普斯今年的看货权。未来我们会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珠宝选择。医生，李总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在会前我拿到的公关稿里表明您会公布一批钻石的使用及相关的新品，但目前会议的主题却变成了璀璨获得戴尔普斯的看货权。我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这位记者朋友，我想你一定听说过欲扬先抑，声东击西吧。但是我想看货权应该是比钻石更大的新闻吧，你们回去更好交差。所以我要拜托各位媒体朋友们，务必替我们璀璨拿下看货权，大书特书几笔。会后我在会议室门口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小心意，会有惊喜哦。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星爷，星爷，我没听错吧？他没说什么，他没说过用那批三十分的钻石是我。是的。怎么回事啊？什么情况？为什么露丝并没有提到那批钻石？海棠花有没有下满？哎呀，我们的方案到底有没有通过啊？卢西丽这个泼妇，她怎么能出尔反尔呢？你早就该想到，她既然可以在林爷那儿出尔反尔，在你这儿也可以说话不算数啊！你是马后炮吗？不是，我只是很好奇，她为什么不要接受你的这个白白送的看货权，而是用钻石去换林爷那儿的看货权？林爷是怎么说服她的？她肯定给了卢西丽很大的好处。这杯我请，庆祝一下。来，我说一句啊，祝贺咱们的钻石回来了，祝贺我们的海棠花，祝贺咱们的首席设计师顾星言。耶、yeah! ！你怎么了？我感觉我自己好像好久都没有像今年那么开心。过程呢，虽然有点一波三折，但结果不是挺好吗？对呀、啊，在东城做一点事情都这么难，更何况在外面了。我现在终于可以理解到那些创业者说，创业是多么多么多么难的一件事情，是我把这条路想得太艰难了。不过这一次多亏了林总，我知道一定是他去找了露西丽。林总以前不是总为难你吗？是他老是为难我，但是我发现每次到了关键的时候他还是挺让我钦佩的。他不仅是真心为了东城好的人，而且他总是可以站在全局的角度去看待一件事情。你这么说林总我很欣慰。不是 Jackie， 你欣慰什么呀？哎，他也姓林，你说他跟林总会不会是亲戚啊？哎，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Jackie 怎么可能跟林总是亲戚嘛？林总那张不可怜。对，我又没他那么黑。行行行行，你们说的都对啊，都对。来来来来来，我们干一杯！别给我省钱啊，尽情喝。好。不醉不归。不醉不归。林总，喝了多少酒啊？我是喝了点儿，要是我不喝的话，还真不敢来见你。你怕我呀？我感觉你天不怕地不怕呀。采购部已经正式通知我了，那批钻石
明天就可以入库了。我知道一定是您去找了露西丽。明天就能入库了啊？嗯，好。说明璀璨办事效率还挺高的。您到底是用什么方法说服他的？记者招待会3点钟就要开始了，我根本没有时间赴你这个约。可你还是来了。就是你这个秘书，他那个态度呀，好像我不来他就要把绑架来。李总，事情紧急啊，迫不得已，见谅啊。说吧，什么事情这么紧急啊？从今天早晨咱俩见面到现在的几个小时里，我能想象到你和什么人见了面，又说了些什么。不想知道他给你开了什么条件，我只想知道，怎么才能让你把手里那批钻石卖给我。新闻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平价奢华钻石的这个口号我已经宣扬出去了。这个时候，你还想买那批钻石啊？对。看货权，还有你手里3%的东城股份。时间快来不及了，你快点做决定。2%，不能再多了。成交。我当然是用我的方法了。海棠花项目必须要尽快的往前推进，争取早日把产品拿出来，送到消费者手里。哎呀，东辰能有今天，多亏了这些可爱的消费者，他们是最不能被辜负的。是，我知道。谢谢您，林总。好嘞。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嗯。哎呦！哎呦，这是干嘛？这是，哎呦，这是怎么了？这是啊！哎呦，吃饭，老大。来，老大。顾星言也是一疯丫头啊，一看就喝了。今儿都是您爱吃的菜啊？我不饿，你吃吧。啊？您别不吃啊。谁呀这是？老大，屋子里来信息了。嗯？他说泄密的人是顾星言，怎么可能呢？您看，这是顾星言的截屏啊。对啊。谁把这个东辰的设计方案泄露给璀璨的？是你们设计部的内鬼吧？直接发给露西丽的，具体是谁，我就不知道了。露西丽跟我说是顾星言泄露的，还把他给他发那邮件的截图发给我。顾星言不可能吧？他道德能力特别高，而且对东辰特别有执念，你们里面肯定有问题。要不要我去打听一下？好啊。请吃饭了。嗯，先挂了啊。老大，现在怎么办啊？妈，当真正经历了一些困难之后，我才知道，走一段路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一直走下去。妈，您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小心，明康，早啊。星言，一会儿看一下。
林总，公司安排谁当总监我无权干涉，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要安排我做 Arena 的助理，这总归要征得我本人的同意吧？为什么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先出去了。这是公司的任命，没有必要征得你的同意。可是昨天晚上您还在嘱咐我要做好海棠花项目的后续推进工作，今天早上我就成了 Arena 的助理，我想知道这一夜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想这样不明不白的。自己看看。海棠花的活动方案是从你的电脑通过你的邮箱发给 Lucy 的。不可能。查过 IP 地址了，确实是你的电脑。不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为什么要去下什么军令状？我为什么要费尽心力的去求你啊？不是你，那会是谁呢？我不知道。你必须知道，如果你不知道，就得由你自己来背这个锅，明白吗？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不是我。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一看，谁在你摔倒之后是最得意的那个人。另外，做好海棠花的项目，找出那个出卖你的人。静言，为什么公司决定让你去当 Arena 的助理啊？公司认为说，是我把海棠花系列的方案泄露给璀璨的。开什么玩笑啊！有点脑子的人都明白，谁会把自己设计的方案卖给其他人呢？可是现在的情况确实有点复杂，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我。哦，抱歉，你还没收拾完啊！我不是故意要来赶你的哦。不用你赶，我知道我自己应该坐在哪里。那就最好。顾经言，你的总监助理任命即日生效。除了平常的设计工作之外，我现在必须要提醒你另外一件临时分工。保洁阿姨生病了，在她回来上班之前呢，部门里的各个清洁工作就有劳你来分担喽。阿瑞娜，你这样有没有太过分了吧？分配给下属工作本来就是我的职责啊。好了，你们都离开吧，我要把这个办公桌让给叶小青。啊，对呀，小青是我的特别助理，我已经跟综合部申请过了，要把这个办公桌让给他。小青，星爷，我来。谢谢你，明哥。别客气。不好意思，让一下。哎，坐啊，小青。我不敢。哎呀，来，我来教你，大方的坐。嗯，谢谢你，明哥。不客气，有事叫我。哟，你有自己的办公室了，开心吧？当然开心啦！以前那个办公室是属于顾星言的，我那会儿羡慕了好一会儿呢。可是没想到现在这个办公室属于我自己了，谢谢总监。小青，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办公室我已经给你了，你以后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是该做的，不该做的，你自己心知肚明吧。好，我知道了。对了，可是我就特别怕，万一公司查这个事儿，查出是我干的，那怎么办啊？是，瞧你这个心理素质，难怪你只能当个设计师。
你是顾金妍的好姐妹，怀疑到谁都不会怀疑到你。而且，那天你干的不是挺利落的吗？也给删除了，顾星言他肯定不会发现的。那你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你就好好的当你的首席设计师吧。嗯，好。谢谢总监。星妍，你想哭的话就哭出来吧，我可以借你个肩膀。我知道你又被人欺负了，而且我相信你一定是无辜的。对不起啊，我在这座大厦里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没有能力保护你。他有你以后不要这么说了，你对我来说是在这个城市里面为数不多的朋友，甚至说是亲人。我真的很谢谢你，每次在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可以在我的身边。那你真的打算给艾瑞娜当助理吗？如果你离开东城的话，我一定支持你。以你的学历和能力，只要你走出这栋大厦，外面就是海阔天空。你为什么要在这儿趟这趟浑水啊？你如果你不想工作的话，我可以给你生活费。你说你要给我生活费？开什么玩笑！我又不是养不活我自己，给我生活费。那你接下来的选择是什么？我想一想吧。那我现在能为你做点什么呢？哥，顾星言不会做出出卖东城的事儿的。又是为了顾星言是吧？对，因为我了解他，他这一路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你了解他？你跟我说说，你了解他什么？很多。我在蒙特利尔的时候就认识他。你是因为他回国的，对吧？又是因为他进了东城。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在蒙特利尔练摊的时候
就认识他，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喜欢上他了。明白。你突然间从加拿大跑回来，就是因为一个女孩子，对吧？你还哭着喊着说要跟我生活在一起，要吃什么蟹粉小笼包。不是，我也真的是想跟你生活在一起，想吃蟹粉小笼包啊。但是，顾星言不会做出那种事儿的，我不能眼看着他就这么被冤枉啊。你说你了解他，你了解他什么呀？你知道他的过去吗？你见过他的家人吗？啊？他没跟我说，肯定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他还不够信任我。再说了，我不也隐瞒着他一些事儿吗？他要知道你是我哥，你处处针对他，他就更不信我了。我告诉你啊，我真应该把你扔回加拿大去。顾星言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你知道吗？是，我没你见多识广，我涉世未深，但是，我分得出来哪些人是善良的，我知道哪个女孩值得我喜欢。总之，顾星言绝对不是你想的那种人。干什么呢？打扫卫生啊！活动活动筋骨，一会儿就可以开始工作啦。我没起。哎，没关系的，我就剩两个垃圾桶了。是。好吧，谢谢明涛。哎呀，搞定了，那我就先推出去了。哦，等喽。啊？他真的在乖乖的打扫卫生？嗯。扫地抹地，还倒垃圾啊？啊，不仅倒垃圾。好像连花也给浇了，这功夫应该是去给别的同事泡咖啡去了。真没想到啊，曾经趾高气扬、风头无二的设计部一姐也有今天。一姐？哦，那是从前，自从您来了之后，您才是设计部的一姐。行啊，我知道。盯紧点，有任何问题继续跟我汇报。好，我知道了。芳芳，你怎么在这儿？我记得你有好多图纸还没有画完吧？没事啊，少往总监办公室跑，要把心思呢都用在正事上，对不对？嗯，我知道了，我去忙了。阿瑞娜，您过过目。好啊，我仔细看看。如果没有别的事儿的话，那我就先出去工作了。嗯。你好，请问要点什么？橙汁，谢谢。还真没想到。你会这么明目张胆来约我？你别忘了，我现在是璀璨的设计总监，也是你的前领导，加上你最近跟璀璨的一些传闻，这几个关键词联系起来，你可有点解释不清啊。心里没鬼，不需要避讳什么。谢谢。听说 Ariana 现在成为新的设计总监，你是她助理？找我什么事啊？是谁把海棠花的方案泄露给璀璨的？陷害你的人，自然是从中获益最大的人。Arena， 还有他同伙，再加上露西丽的顺水推舟的配合。这是什么？你应该谢谢露西丽的好习惯，每一通电话，每一次的会议，都有录音。他怎么会把这个给你啊？谁叫我这么有魅力啊？不知道说什么，谢谢你，欠你一个人情。
我知道我应该敲门，但是我真的等不及了。我找到那个人了，马上交给李卓然。您不想听一听是谁？不用了，我心里有数。你现在拿到李卓然那儿去，乖孩子就有糖吃了。哎，刚才我可没见过你啊。嗯，我是谁？我在哪儿？刚刚有人说话吗？另外那个人是谁？ Lucy Lee。 这个女人真的很狡猾。董事长，我希望您可以把这个真相告诉大家。嗯，我知道你做事一向很谨慎，你也知道谁能帮你吧？是的，我很清楚。只要你赶快把市面上低成分的30分钻石抢购一空，东城就会因为原料短缺成为被动的那一方。这可是第一手消息呀。嗯，有没有这个魄力，那就看你自己了。这个声音，我想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吧？这就是林总从香港带回来的，并极力推举到设计部总监一职的国际著名设计师阿瑞娜。事情已经水落石出，泄露公司机密的就是阿瑞娜。设计部是东城的核心，被这样的人掌控命脉，后果不堪设想。没什么好说的，直接开除，把他赶走。张董的意见呢？赞成。林总，证据确凿，我没意见。那么我提议，设计部总监的职位由顾欣妍来担任。各位有意见吗？啊，没意见，没意见，没意见。Arena， 东西都收拾好了。走吧。我是不是该跟你说个恭喜？谢谢。你现在终于懂得了职场上的法则，也知道找靠山了。Arena， 你来到东城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也曾以为你懂得了职场上的法则，在这个大楼里要活下去，真正靠的是什么？现在轮到你给我说教，你不要忘了我之前还是你的面试官。你这样才走几步路而已，那路程还很遥远。跟你讲，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天使堕落成魔鬼的桥段。Danica， I'll be back。你也别太得意忘形了。